来玩这款游戏，狗狗幸存者，这是幸存者玩法啦。算是小品游戏啊，进来吧。哎，碰到以后，它会叫，它是有生命的。这开始太凶了吧？哼，我就是一只小狗狗。待会绕过去吃。太难了啦，这该不会是粪便吧？增加什么？狗骨头攻击两发，我先把他们集中在这一块。再上来啊，来啊！糟糕，这个游戏能活多久我都不知道。看，回转，显示一下好了。这干嘛？好强哦！这是哪招啊？哇，过关了，还有强制广告，有强制性广告，战斗又普通，前途堪虑啊。好了，我觉得影片大概看一看就好了。它又衔接下去了，我的技能还在，我现在在发光哦。我现在发光就见人就撞，好不好？应该跑错了。这个强度也做的差太多了吧？一开始是我被反，我一直被打。现在换成我打爆他们了，怎么小啊？你看，太扯了。哇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好了，我要删游戏了，大家拜拜。